上来帮大家复习一下剪刀手提法的重点。一、用剪刀手型由内而外在脸上轻点，放松全脸肌肉。二、两手四指并拢，由额头往下画半圆，来回拉提抬头纹。三、两指按压眼窝下四白穴，由内而外往外推挤。四、用剪刀手型将下巴脸颊多余赘肉来回捏推。最后，手呈大剪刀状夹住耳朵，将淋巴推向锁骨，放松肩颈肌肉，便完成一次的循环。每天至少5个循环，记清楚了吗？